我们接着来讲 recycle one 的 play a game 这一部分。recycle 它的意思是循环。play 意思是玩。game 游戏。这个短语的意思是玩一个游戏。What's in your classroom? What's 是 what is 的缩写形式，意思是有什么或者是是什么。In 在什么什么里面 ？In。在什么什么里面 ？Your 你的、你们的 classroom 教室 这个问句的意思是，在你的教室里面有什么，或者说在你们的教室里面有什么 ？Who's your math teacher？Who's 是 who is 的缩写形式，意思是是谁。Math 数学 ，Teacher 老师。你的数学老师是谁？或者说，谁是你的数学老师 ？What's in your pencil box? What's 同样是 What is 的缩写形式，意思是有什么是什么。In 在什么什么里面 ？Pencil box 铅笔盒。Pencil 它的意思是铅笔 ，box 意思是盒子，放在一起就是铅笔盒。在你的铅笔盒里有什么？或者说你的铅笔盒里有什么 ？Do you like math? Do 在这地方是一个助动词，用来帮助构成一般疑问句，它没有实际的意义。Like。喜欢 ，math 数学。你喜欢数学吗 ？What color is your school bag? What 什么 ？Color 颜色。要你的 school bag 书包。你的书包是什么颜色 ？How many story books do you have? How many 在这地方是个常见短语，意思是多少。比如说，你有多少本书，就是用 how many 来进行提问。Story books 故事书。Do you have 有？这句话的意思是，你有多少本故事书 ？What's in your school bag? What's 同样是 What is 的缩写形式，意思是有什么是什么。要你的 school bag 书包。In 在什么什么里面，在你的书包里面有什么 ？Who's your best friend? Who's 是 who is 的缩写形式，意思是是谁？要你的 best 最好的。
friend 朋友。谁是你最好的朋友？谁是你最好的朋友？ What color is your English book? What 同样是什么？ Color 意思是颜色。English book 英语书。你的英语书是什么颜色？ Who's the winner? Who's 同样是 who is 的缩写形式，意思是是谁。 Winner 它的意思是胜利者，获胜的人。那么这问句的意思是胜利者是谁？ Play a game 这一部分我们就讲到这个地方。